钱串子疙瘩汤，祝你吃得愉快，吃得健康，来的都是客，客官你请坐。哎呀，这个服务员挺热情啊。都说这个店的服务员是一个人高马大、亭亭玉立的中年妇女，怎么是个抠抠搜搜的小老太太呀？啊！哎，你眼睛是不是长毒了？我是老太太呀，我是正宗的东北大老爷们儿。哎，老爷们儿，我看出来了，大在哪儿？我是真没看出来。哎，不是，我问你，你是来吃饭的，是来气人的？小哥哥，哎呀，哎，别这么叫，哎呀，这恶心，叫的，哎呀，这鸡皮疙瘩掉一地呀、啊，这，哎，叫哥哥可以，最好别强调那小字，行吗？哎呀，我说你，你真不知道咱俩在哪见过吗？你再好好的端详端详我。你别。那个还好，我看过不少恐怖片，要容把我吓死你。谁呀？你这个店里头有没有服务员呢？你不废话吗？谁家开饭店没有服务员呢？有没有一个女服务员，美貌如花啊？那个子超过1.68米。你说的是老黄吧？对，就是他。我能不能见见他呀？没问题，见可以。不过他现在还没上班呢。能见就行了。嗯、啊，没你事了，忙去吧。啊、哎，好嘞。什么叫我忙去吧？不是，你是干嘛的？我是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这啥话呀？这是我开的饭店，你到我这儿吃饭，我不可以问一下你是干嘛的吗？我啥也不干，我就是想见见老黄。你能跟我说一说你是老黄的什么人吗？我现在不是什么人，不过以后没准我就兴许是他的什么人。这话说的多深奥，你一会儿是人一会儿不是人的，啥意思？老黄现在是个女单身，我是一个男光棍啊。人家介绍啊，让我们两个今天晚上相亲，明白吗？哎，这老黄大妹子不够意思，哎，他今天在这儿跟他相亲，这么大事居然没告诉我，什么意思？这次我是干啥的，你该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哎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嗯，哎，你怎么往外轰顾客呀、啊？不是，我这是饭店，你吃饭我不反对，但是你相亲到我这不好使，你赶紧找婚介所去。不是，我这是不吃饭，我在这坐会儿就行了。不行，我这不是候车大厅，你说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？赶紧不快呀、啊？你赶紧走。不是你这啥态度？我啥态度？